我孩子的妈妈27岁，就我女儿7岁，我儿子3岁的时候他就离开人世了。我有时候就想梦到他，不知道这为什么，就是梦不到他，不能跟他人好好说说，好好看了，好好在他面前哭一场，跟他说一说。现在我就想，两个孩子我就带，可能这么好，就是人家两个夫妻都在的时候，可能还没有我真的我。就是人家呼吸都在的，先没有。我现在做得好，26年我就知道，27岁嘛，今年都多了20多岁。但是你要知足，看到我是个孩子，幸福的家庭，我看到我的影子了，我想要的生活了，我想要的那种影子了。同样，唯一的，我现在就好好做。把我失去的东西给他们，让他们过得更好。